你是安怎？你先甲我讲，你是安怎去共犯着的？我看到，这条人规身躯湿高高，看起来真狼狈，头毛真长，应该是一个查某囡仔。 你敢伊，到底有啥物冤枉？跟我无关系啦，这这有啥物啦？哎呦，跟人去下淡水哦，无说你淡水沉到水内底。跟你无关系，谁做也跟你做条条。啊，伫坐船进前哦，跟我小可顶大命啦。宋老师，阮伤的哦是无说你跟伊沉到水内底，无要提醒命啦。啊，家己低落啦，不要游泳啊，所以唔才会无命。 这拢无重要，重要是拜托，替阮处理你的。啊，莫让伊哦，搁共我搅了，我一日到戆，就着提心吊胆的。抽一支签。哦。诶，老师，这字呢？筷子呢？这是我最近听悟到的卜卦方式，这叫做快卦。 你若唔抽，我保证你的命就快挂。抽！之前我捌看过恁徛门仔的八字，这两年恁狂关生，会常常走警察局，无就是走法院。就算讲无去红关，嘛会有其他的障碍出现，这叫做因果。 我建议恁上好改名，对恁靠帮助。阿伯老太，恁看到亡者阳气伤弱，所以若是甲恁祖先生改掉，就好比是脱离阴族地府。这阳气无够，就用生来斗。热天的日头上旺，所以我建议恁改做。 夏，夏天的夏。夏，啊，要配什么名？当然嘛，要配阳气足的名。恁五行欠水，水足地有灾。啊，若恁小妹伊的阳气伤足，就要配一个日正当中的字，才会当弥补伊的运道。 夏季夏景，夏季夏景，无唔对，以后你听无要就改名叫做夏季夏景。老师，你即摆是咧跟我讲生肖？我正认真咧替你处理代志，你若是无满意，你找别人啦。